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利用加减消去法解这两题。我们看你的第一题，我就把第一个式子减第二个式子了，一减哈 ，x 项就消掉了，那 y 项就是三减负五嘛，就是八，八 y 等于多少？十一减三是八，所以就得到哈 ，y 等于一。那 y 等于一得到以后带回去，二 x 等于十一减三 y， 三乘一，这个多少呢？十一减三是八，所以 x 等于四，所以解得 sy 哈是等于四，它等于一啊。好，再我们看这个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我们用加减消去法。我这个式子加这个式子加起来呢 ，y 项就消掉了，这是消掉了，这八 x 等于二十，它两边呢除以四，四二得八，四五二十，所以 x 哈就等于二分之五了，好二点五，那带回去，啊 x 带回去啊，带到这里好了，二 y 等于多少呢？七减掉三 x， 三乘以二分之五，给它通分，二分多少呢？二七十四，减掉十五，负一，所以 y 就是 y 哈，就是四分之负一啊。x 等于二分之五 ，y 等于四分之负一。